硕、陈火乐。拍那场戏的时候，哭戏是一遍过的。一起去看热烈吧，因为你是我平平无奇的青春里最热烈的一笔。你要写热烈，就不能只写热烈，你要写少年迷茫，以为在地铁、在商场、在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发出光芒。你要写热血难凉，落魄一身无人鼓掌。你要写命运回响，赌上了人生的中年人，梦想的子弹也终于射中他的胸膛。你要写妈妈从不对苦难流泪，看到他站上舞台却泪洒当场。你要写苦难难夺凌云志，不死终有出头日。写冷眼旁观，写掌声雷动，写几千个日夜换这一次出场，写高朋满座为你喝彩满堂。你要写热烈的不是青春，是我，是被生活压得匍匐在地的平凡人，也有资格赢得人生最热烈的战场。